快过来！师傅啊，你不是回农村了吗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美，然后我不舍得走。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过来！这里怎么样？这里好美啊！我不想走的意思就是说，这边我可以拥抱大自然的感觉，因为我最近心情一直不好。我知道，真的是挺好。哎，你别吓我行不行？不是，你不是说要回农村了吗？你怎么？回农村再过两天吧，因为这里还有我舍不得的人。打电话给你了。对啊，你说让我来找你啊。你还真来啊？我以为你不来了。好久啊。那你过来。你过来吗？你上次偷听完了之后你就跑了。啊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还没有找你。算账。过来，来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算账。啊，不要生气了。哼。我。感觉你一点都不负责任。我就明天就要走了啊。今天再过来。说走了走了。今天再过来看你最后一眼，因为我真的特别舍不得你。哇，你今天穿的真的是绝了，太美了吧。我今天刚好在拍摄呢。拍什么类型的？中国风的。来，我们去那边吧，茅草屋那边。那是哪呀？你走嘛，你就走前面。你为什么会找到这儿来呀？我都说了，我要隐居山林，因为我想拥抱大自然的感觉。怎么回农村了？城市的喧闹我已经呆腻了。你小心点啊！你小心点啊！来。鞋子湿了，我鞋子湿了，我鞋子湿了。你要这样是吧？不要，不要，你太坏了吧！慢点啊！我衣服都是头发也湿了。来，我们去那茅草屋那边吧，那边还挺美的。等我来。哇，特别美，今天。世外桃源，挺不错。我们去那边喝杯茶吧。我们去那边喝杯茶。真的吗？走，快点。这里你这边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把这栋茅草屋包下来了。真的？你觉得我会信吗？真的，你过来。哎，过来。你看到了吗？包厢预定。我骗你干嘛？来，我们里面坐好吧。要拖鞋的吧？要的。哇，这里真的挺好看的呀。坐这儿吗？嗯，可以啊。哦。你坐吧。好看。哎。干啥？不小心了。啊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能不能别跟上次一样？我真的很讨厌男生这样哎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那你不要生气了，好吧？要喝什么茶？我就给你，我让管家给你泡几壶好茶，都可以、啊。现在新上市的那个西湖龙井，现在就有了。有了。可以啊。好，我去拿了啊，等我一下啊。来，悠悠，给你泡一壶西湖。